酸酸，爱着你真正的名字，怎样放阮孤孤单单，站在黑暗的城市。过去啊，我袂开，无人通听，无人来安慰，失落的爱行去倒位，何时回来阮身边？是心头打伤悲，世间的温温暖暖放袂离，只要是有情故意，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味。世间的起起落落寂寞。是心头打伤悲，世间的温温暖暖放袂离，只要是有情都有意，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味。目屎吞落去，就会了解真情味。谢谢赖俊麟，吴浩哲老师，请讲评。俊麟，是老师。我觉得你这首歌唱的，一开口第一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很真诚的唱法，你没有很多的花腔，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台语歌 的技巧、灯光、水缸那些都没有，你就是一颗很真诚的心，一个很直接的想法，对这个歌的感觉，你很直接的唱出来，你也不是乱唱啊、哦。其实这样子的真诚的感觉，其实是不做作的，是。比较容易感动人的，只不过呢，我觉得你的气比较不足，所以你的厚度，声音的厚度比较不够，在于副歌的部分，你要表现出来那个张力会比较困难一点，所以运动很重要。谢谢老师，阿德老师，请讲评。啊，君麟，哎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你刚开始唱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好像哇很难有攻击性，但是你一直唱一直唱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演唱啊、哦、技巧都是为了要推出感情的。是慢慢发现说哇，他已经感情推出来，干嘛要那么多技巧？然后你后面就是越来越稳定的把每一个音都唱，就是很中规中矩的，甚至很适当的就唱出那个句子的一个力道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其实你这首歌你是有一个态度在唱歌的。是啊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你现在就是要把那个啊你的厚度练出来，声音的厚度啊。